棒，牛逼。呵呵。打吧。我就看了一个人，主播不想玩，主播玩累了。什么？我这趴着呢，我找他半天。压他，还两个两个人，右边还有。队友在屁股后面，在我前面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往仓库去了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哇，这么远打死了。我这么远吗？哎。他一枪。三级甲真硬啊，这三级甲。没有吧？我下来了。楼下来了。楼梯口。我操！哎呦！啊！这带消音，我都看不到他在哪里打的我。他在马路那个方向。这位置。哎呀！没办法。我看了那个人，我看一下，我想赌他一个枪法打不中的。哦。你还服人？你这。打药了还。靠着反他没了呀，我操，他的脚露着个脚搁那儿，不是三标脚真的害死三标啊，对，三标应该是两个，我操，西边的嘛，哎哎哟，炸弹炸弹哎呀，死吧你，三个人又倒了，他又倒了，又是这个人，把他们车都砸了，这边车下来啊，两个人，这是四，这满编队，哎，来一枪，不是这车怎么又去？哎呀，拉倒，我左边那个坑里边，还是坑。你还在架着我，大哥。他们要倒人，咱们就能撞。嗯。这波我是傻逼。我也是，我哥们连狙空了至少100多发。